我是大元。对，你好，你好。我是不是有演过你爸？学长，电影，对对。哦，那是电影啊。跟钟，对对对，钟欣凌，对对对，欣凌姐演妈妈。嗯，你好，你好，对吧？你好，嗨。我叫念璇，你好。哎，我刚想要想一下，哎，我记得你，我知道我有看过，我看过。啊，路上碰到你过。那你是不是不好聊？哎呀，是曲哥啊，曲哥，为什么？曲哥，念璇吗？谁 ？Hello， 是念璇，念璇吗？谁？来，我先跟我女儿抱一下啦！我的天哪，因为我刚刚进来之前看到那个光，然后我就瞬间马上联想到球圈姐，但是我看到曲哥更是放心，因为我知道曲哥就是私底下人很好，不是那种太严肃，是可以开玩笑的。然后我就觉得这一趟旅程很安心，很放心，就觉得好像可以自在的做自己。